我下周二切除。切除什么？来，哎，他从来都没有像一个讨饭的去跟人家讨爱，哎，然后你要他死了我怎么办？要是我中途受不了放弃他怎么办？ I will love you. 看我啊，喜欢我的乳房吗？很喜欢。那如果这里消失了，只剩下一道很大的疤，你还会想要跟我谈恋爱吗？什么疤？我下周二切除。切除什么？乳癌。于向丽，我真的真的好想跟你谈恋爱哦。可能是因为我爱你，也可能是因为我自私，我太害怕了，所以我才想要抓住你。化疗之后，因为药物的关系，我可能头发会掉光，这里电烧之后会像烤过一样。我会变得很丑，很狼狈。也许还可能复发。这样你还想跟我谈恋爱吗？想吗？你没有去。不好意思。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话想说。你不是爱他吗？那到底这有什么好选择的啊？你那时候就应该紧紧地抱住他，给他勇气。你们男人就是他妈的不懂爱，超级自私。哎，他从来都没有像一个讨饭的去跟人家讨爱，哎，你能想象他那时候有多脆弱、多无助、多惶恐吗？然后你叫他死了，我怎么办？要是我中途受不了放弃他怎么办？